然后买 YT 影片追完才来。你做得很好我最喜欢的指挥官回来了，最近的棋手怎么都这么好走，五星有15张，我们有4张可以造。他第一轮就有用能力吧，看起来是这样。他有粗笔魔胎啊，欸，他没有，他卖掉啊，他卖掉啊，你还真行啊，刚买 YT 影片追完才来，你做得很好我们真的很想要赔啦，他升3喔，你还真行啊，真的有够激烈，看来你可以凑到3个哦。我也不太喜欢那家伙，老鼠们这是换来的。出来玩游戏喽！哎，打赢跟满血憨儿还蛮不错的。你今天想要我玩什么？告诉我吧，鲍勃，不要害羞，给我好东西，拜托，快还可以。you
还真还来啊！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这虽然不是最强，哇，肯定会全力出击。嗯，是我的话，我也会选他。其实蛮想拿这张的。好像其实赢了，对啊，一滴血获胜，金光呀，然后其他都聚合体，聚合体很好啊。嘲讽感觉比较好。其实这张也可以当嘲讽啊。如果说这张当嘲讽的话，我们其实可以变成光瞳啊，就不玩恶魔，然后上瞳虚跟光牙，然后做 buff 这样。搞不好圣盾还是应该摆前面。不知道，圣盾摆前面有点贪吧。你的手下很认真干活哦，我认同。我真的完全不想升级，好像没什么必要升级。艳红老婆指引你，防御系统启动。可这样 buff 有可能会加歪，好像没有很理想。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。卖唱。赞赞，不边缘的蛇就是条好蛇。升上去找聚合体，问题是表现不错。我也不太喜欢那家伙。又多了个满意的故事。一个恶魔胜利，赢了冲六啊！表现不错。
GG。所以我可以冰这两张。晚上好啊。好像还是不值得，攻击太高了。这样还是可以拿啦。抓个配呗，李诺现在应该可以算是第三强的角色了。第一强是他，第二强是他，第三强是他，然后这第四强换聚合体的话，感觉应该是把这个拔掉吧。我们之后最后一轮可以把光牙拔掉了。打他，打他那只要放第一，哇，输了，输了，对不对？输了，是啊，我们高几率会赢啊，应该是因为我们的假设，我们洞穴，我们先攻，可能就蛮有机会。阿童其实搞不好长比较快，又是一个七十几趴，哦，好爽哦，这也太爽了吧！他没死啊，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。哦，我打死人 ，OK。可以的话，来雇佣一名手下吧。哇。这免费的吗？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哦耶！好，再会。
机械活下来了吗？野兽活下来，野兽活下来这张没有用。我可以拿这个。啊！我也不太喜欢那枪。换来的金币，虽然不大清楚意义何在，不过应该说我们可以再拿一张末日啊，对吧？再拿一张末日吧。这样其实搞不好应该留同虚，可问题如果没有拿到这张，我们就不大划算了。这要怎么摆位啊？瞬间死亡的啊，这一定是摆第一位啊。百分之百赢。天国一挥，你说的这个吗？干，我们四十八的挥耶，强跟鬼一样。这摆前面是因为他有风怒跟圣盾，所以有可能这个直接收掉对面两张嘛，然后对面有一张嘲讽，所以这一定这可以打到嘲讽跟另外一个东西，然后因为对面是野兽流，所以你打到鹦鹉、一七灰、白狼都还不错，所以这应该是摆前面。然后因为之前他已经看过我有这一张了，所以他应该知道说要防灰啊，所以先用这个破那个嘲讽应该还蛮不错的。